台北好多的大官要来替谢国梁讲话，我们过来看看，他们就不准我们站过来。我只是说谢国梁不下台，他们就要把我抓去，凭什么？我没有犯罪啊！机关呢，家人的代志，为什么一寡外围啊迄个不良的民意代表来代表阮的意见？咱住家人住六七十年啊，袂当表达阮的意见吗？我控告的是谢国梁欺负家人的老大人，为什么家人老大人就袂当真真过过咯？啊，就爱去坐迄个人要退休啊，人要退役的迄个公共汽车，搁三卡路，啊，那老伙仔对顶个挂落来要安怎？